的灾害前注，我知道我家附近哪边最容易淹水，大概可能淹水的深度是多少。目前的科技我们告诉只是灾害的一个趋势，没办法告诉你淹水到底会多深。如果你配合以上的知识加上你的观察，这个才是一个活用的知识，而不是单靠几张图就能够保障你完全的平安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